大家好，我是我爱及五百周业预测。今天是11月30号，今天我们要来预测下12月份的比特币的价格走向啊。这是今天摇的卦，我们来看一下12月份的比特币的价格走向到底是怎样的。今天的价格是37,893，我觉得就这个卦象而言，12月份的价格可能波荡会比较大一点，动荡会比较大一点。大盘行情上升有阻力，这一两个月，总体而言，比特币的上涨还是有的。目前看来12月份大盘行情上升是有阻力，上升的动力似乎还需要等待更好的时机。机构操纵的资金流的走向，所以12月份的价格还是不能太令人乐观。我总结了一句话，12月份就是动荡的幅度有一点大，它是37,650到39,000，这是12月份的价格走向的这个区间啊，有上升，但是是有阻力的，有上升，有阻力，啊，总体而言不能太乐观。还是需要等待更好的时机。这是12月份比特币的价格走向的预测啊，供大家参考。好，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。